你到底需要什么帮助啊？你知道他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你要干嘛。你在干嘛？那你刚刚是在干嘛？等于没有。心情不好。对，心情不好。太困难了，心情不好。你可以外在一点的。怎么样？开始。台上的人，他应该会有一种企图心，这个企图心要强烈到用身体来表示出来。因为刚刚比较会是看我、看我、看我嘛，只有到这里而已。但是其实应该可以，就是啊，可以就是快看。想着那边有一个你超喜欢的男生，然后你再跳舞给他看。想好自己的对象了吗？不要不要。为什么刚刚大家在偷笑？五六对象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 ，Go！ 二二三四五六七 ，And 八。髋关节跟肩膀故意给一点点角度，如果给正的时候会比较老实啊。懂我意思吗？这个动作很性感，但是不要很认真，不要全正的很认真在做。表演不只有声音传达，还有脸部表情跟身体肢体。我先示范一个喜怒哀乐，好。好，然后对着镜子来点，看自己的表情，来，走。还不错，还不错 ，OK 哦，好，你们起码会放。我们先来练一个下巴。生气哦。对着镜子，仇恨的眼神。走，来，我示范一个哭哈。来吧，小哭。假哭，哭出声音。不要真的哭，先不要用真的哭，先把表情做好。再激动一点的。对对对，要解释那个节奏是乱的。你的嘴角是笑的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整个眼睛跟嘴巴不同的戏不可以。下巴来，下巴要对，再一次来走。有了比较好。为什么觉得你的肺是不是好？为什么觉得你的？预备，走。真的，你气喘你找不到对不对？对，来表演给我一个，你快要死了，你喘到快要死了，你每一口气都要最多的吐出去，最多的吸进来。那这个练习主要是帮助你们呢，在拍摄的过程里面，不管你在外在表演的过程里面，你很容易手足无措，对不对？你会想，哎呀，我现在要干嘛？你应该要想，我原本我来干嘛？哦，不管你拿到的是有讲话的角色，没讲话的角色都没有关系，你只要记得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。一个擦，两个擦，但是要有他的企图心。一
的叉，烂的叉，对，情绪回答的感觉。伤了的贼人，给我停止悲伤贼。因为你长得是很可爱的，因为如果他选择是一个可爱的，其实跟他外在是平行的，那他的表现是在我们预期内的。但是如果你拥有了这些力道跟强度，我们是会觉得哦，好有趣，就会有反差。广告跟舞台剧的表演很像，他要在瞬间抓住观众眼睛的表演，他必须能量很饱满。比如说，哇，好好吃哦！台媒，好，来走。那好啊，就请你看清楚，合约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双方用的印必须是含有公司注册号的公司用章，才算正式的合约。这份合约里，公司章，注意眉头，是个废章，废章，废章，抬起来，眼睛、眉毛缩起来，皱眉，走。我想。该不会是有人在玩什么双面设计的手段吧？该不会是有人在玩什么双面设计的手段吧 ？OK， 好，小心你的大眼睛一直都在哈。你眼睛如果都是一直通通是这么大哈，那个细节没有哈。公司注册，公司注册注有卷舌，公司注册好，注册册没有卷，注册好，好的册就是支持哈，支持哈。初一吃素，初二吃素，初一吃素，不是素哦，素是这个素啊，你吃不了哦，素没有卷舌，素对，再次来，初一吃素，吃素，对，这个才对，再一次，初一吃素，对了，你要吃到初十。不可以吃荤，你要去练这个支持哈。好，公司注册，公司吗？公司注册号的公司用章，公司注册号的公司用章，公司注册号。你们这小小偷偷摸摸的讲这句话，你故意你有一样笑的，你就放一张。在戏剧的理念里面来说呢，在舞台上的角色呢，会分成四种属性的人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。火。他通常是热情的、暴躁的、速度很快的、能量很大的。水，感性的、温柔的、体贴的、速度比较慢的。风，犹豫不决的、墙头草的、自由的。地，通常呢比较固执，他会比较坚持己见。我会给你们出一个题目，然后你们可以无限制的表演。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解决我给你的问题。哪四个要先来？哎，来抽签。好紧张。好，请开始。有看到新闻吗？什么新闻？是食神恋。哦，是你是不是啊？是你哦。想知道是他，他今天讲过他跟老师有关系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你不要那么凶啊。是男生哎，没有，你们干嘛那么凶啊？不是啊，三位同学就应该跟他讲。因为我们不是要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那么凶？你干嘛那么凶啊？很无聊哎，有什么好哭的嘛？我要问你们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要被退学。啊，跟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，他凭什么退你学？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他现在就是我讲的是实话。不是，他现在就有事就找我们讨论。你们不要吵架啦。所以你跟老师现在到什么程度？真的。我要了解你，没有，我现在你严肃一点好不好？他都要被退学，你凶什么？我现在在帮他缓和气氛一下嘛。我跟你们讲，是因为我相信你们，所以我想说你们可以帮我想一个办法，就道歉啊。有什么好道歉？谈恋爱为什么要道歉？你哭什么？你哭什么？因为你们要那么凶。可是她怀孕了。对啊，那天她做的事，她就要承担啊，那她就要退学啊。我好，我自己处理。对啊，我觉得退学是最好的办法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严修，我觉得他非常有戏剧天分，而且拥有很好的主导性跟组织能力。好，你们不断的偏题，他会不断的抓回来。所以你跟老师现在到什么程度？真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是因为我相信你们，所以我想说你们可以帮我想一个办法。而且呢，他很聪明的知道怎么样可以让这个事件更严重。有看到新闻吗？什么新闻？是食神恋，就是她怀孕了。你们两个啊，就坏榜样，一直鬼打墙。啊，跟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啊，他凭什么退你学？
你干嘛那么凶我？他现在就是讲的是实话，不是他现在就有事就找我们讨论。你不要吵架啦。所以你跟老师现在到什么程度？这是重点。我们要了解你，就是没有，我们现在都严肃一点好不好？他都要被解决，你凶什么？我现在在帮他缓和气氛一下嘛。好，峰哥，哎是，哎你觉得他们谁是谁呢？那个雨萍是火，晨曦，晨曦是水，未来很高兴。风，然后。他是第一，对，好，很不错，谢谢你们。今天我们对于身体跟台风跟诠释，我们都有了一些很快速的想法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总验收一下。